各位同仁，大家早安。大家加油，大家加油。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，进行台湾中油公司提案第十八案，请宣读国民党提案。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油气输出费用预算编列123亿6753万2000元，相较于104年度决算数111亿4844万9000元，增加12亿1908万3000元，显示预算有高估之余，且该公司财务状况屡见短处，应尽量遵节，使之收支平衡。除委员会已简列数外，原提案再简列油气输出费用预算1500万元。宣读完毕。请问院会有异议？请问院会有异议？有异议？有异议？我们进行表决，请先按铃七分钟，并开始发表决卡。
第十八案，民进党团刚刚表示他们没有异议，其他党团有异议吗？国民党没有异议，时代力量有异议吗？没有异议，没有异议，我们就照案通过。第十九案，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。中油公司105年度预算油气输储费用、服务费用之水电费、油电费、旅运费、印刷装订与广告费编列25亿3111万5千元。近年来，政府提倡开源节流，盼由公部门带头示范，带动民间开源节流之风气，为中油油气输储费用、服务费用之水电费、油电费、旅运费、印刷装订与广告费，较103年决算数增加许多，何有未当？原提案予以冻结本编列预算1/10，并请中油公司于1个月内向经济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，并说明使得动之。宣读完毕。请问院会有异议？没有异议。有没有异议？啊，国民党有异议，我们进行表决。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采取点名表决，我们先处理点名表决。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，请按赞成；反对者，请按反对；弃权者，请按弃权。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3人，赞成9人，反对44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，我们现在开始表决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3人，赞成8人，反对45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邱委员亦营声明，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，列入公报。我们处理第19案来进行表决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
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4人，赞成8人，反对46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，我们开始表决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1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45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第20案，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。中油公司105年度预算油气输出费用、服务费用、专业服务费编列6亿1458万8000元。中油发生员工不守公司规定，在加油站点火，显现员工教育训练有待加强，为油气输出费用、服务费用、专业服务费较103年决算数增加幅度高达88.7%，合有未当，原提案予以减列本编列预算1/10。宣读完毕。请问院会有异议？有异议，我们进行表决。王委员定与林委员竞选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，列入公报。现国民党党团要求点名表决，我们现在处理点名表决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6人，赞成8人，反对48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
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3人，赞成5人，反对48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黄委员委责，郑委员保清声明，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，列入公报。我们现在处理第20案，我们开始进行表决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陈委员数月声明，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，列入公报记录。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5人，赞成5人，反对50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重复表决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4人，赞成5人，反对49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第21案，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。针对105年度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之探勘费用，合计编列55亿3678万4千元，陆上部分11亿5772万9千元，海域部分7亿4012万6千元，及国外部分36亿3892万9千元，有鉴于海外油气探勘地区性政治风险相对较高，例如查德、尼日、刚果、缅甸、印尼等矿区，加以国内外油气探勘佐证、开发及生产等阶段时程长，对油气探勘绩效影响甚巨。另查台湾中油公司历年探勘工程耗费巨大，油气探勘数十年来所获有限。不论陆上或海域探勘成效迄今仍然不佳，更经常发生投入巨额探勘经费后复因诸多因素而撤退，致影响油气探勘绩效之情势发生。举例来说，例如曾于中东的利比亚矿区投入探勘费，则因该国战乱不断而搁置合约等情势，鲜有企图消耗预算浪费公帑之嫌。又于台湾中油公司历年度探勘费用之执行预算执行比率经常不佳，为避免巨额投资付诸流水，造成国库莫大损失，原针对探勘费用预算建议删减30%，以尊减国家预算开支。宣读完毕。请问院会有异议？
没有异议，我们有异议，我们进行表决。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采点名表决，我们现在处理点名表决，记名表决，时间一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5人，赞成5人，反对50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重复表决，记名表决，时间一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5人，赞成5人，反对50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我们现在开始表决第21案，记名表决，时间一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7人，赞成5人，反对52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，记名表决，时间一分钟，现在开始。
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7人，赞成5人，反对52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第22案，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。中油公司105年度持续投入巨资进行国内海域及国外矿区之油气探勘，为国内外油气探勘佐证开发及生产等阶段时程长，且海外油气探勘地区性政治风险相对较高，海外探勘风险甚巨，为避免投入巨额探勘经费后复因诸多因素而退出，该公司投入生产中矿区各项油气生产工作，除宜加速已发现矿区之佐证评估，尽早规划投产外，并宜加强对国际能源资源及地区政治情势之掌握，以提升油气探勘绩效。原提案冻结其他营业成本探勘费用1/2，待中油公司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。宣读完毕。请问院会有异议？有异议，我们进行表决。国民党党团要求点名表决，我们先处理点名表决。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7人，赞成5人，反对52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邱委员自委声明，对刚才所有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，列入公报。刘委员赵豪声明，对刚才所有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，列入公报记录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7人，赞成5人，反对52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我们现在开始表决第22案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陈委员明文声明，对刚才所有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，列入公报记录。
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8人，赞成5人，反对3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6人，赞成5人，反对51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第23案，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。中油公司105年度预算摊勘费用材料及用品费编列3亿9075万3千元。近日高雄梨园厂又发生火灾事故，造成居民极大的不安，居家环境及空气亦受到污染，许久未见改善。为中油摊勘费用材料及用品费仍较103年决算数增加幅度高达许多，何有未当？原提案予以减列本编列预算1/10。宣读完毕。请问院会有异议？有异议，我们进行表决。国民党党团对本案要求点名表决，我们先处理点名表决。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7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51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重复表决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
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8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52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我们先开始表决第23案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8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52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8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52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第24案，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。经济部主管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预算营业费用项下行销费用科目预算金额164亿5160万1000元，有鉴于政府财政日益困窘，前上一年度决算数147亿0499万8000元，原提案删减10%后，再行冻结30%，待提出专案报告后，使得动之，是否有当请公决。宣读完毕。请院会有意。有意，我们进行表决。我们先表决国民党要求的点名表决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
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8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52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8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52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我们来表决第24案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7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51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8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52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第25案，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。
台湾中油公司经营油品批发与零售，目前油品系以国内市场为主，经常104年度截至8月底止，油品外销比率29.06%，较102年度及103年度决算油品外销比率32.7%及30.75%，呈现逐年下滑趋势，且105年度。预计油品外销比率更下滑至28.65%，另105年度预计石化品外销比率14.46%，亦较103年度及18.47%及104年度截至8月底止之16.09%为低，凸显该公司近年度拓展油品及石化品外销市场成效有限，且拟定105年度拓展外销市场目标尚欠积极。原提案冻结行销费用1/2，待中油提出更为积极之外销计划及目标后，使得动之。宣读完毕。请问院会有异，我们进行表决。我们先来表决国民党要求的点名表决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8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52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6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50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我们现在开始表决第25案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
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7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51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9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53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第26案，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。中油公司105年度预算行销费用、服务费用、征水电费、油电费、旅运费，编列8亿7835万5千元。近日高雄林园厂又发生火灾事故，造成居民极大的不安，居家环境及空气亦受到污染，许久未见改善。为中油行销费用、服务费用之水电费、油电费、旅运费，仍照103年决算数增加，幅度高达19.9%，合有未当，原提案予以减列3000万元，宣读完毕。请问院会有异议？有异议，我们进行表决。我们先表决国民党要求的点名表决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9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53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重复表决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
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8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52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我们现在开始表决第26案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8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52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6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50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第27案，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。台湾中油公司105年度新消费用奖金编列9亿8016万6000元，103年度决算数仅7亿3854万8000元，预算编列增加2亿4146万8000元，预算拟是浮编未见尊节，原提案删减新消费用奖金经费2亿元。宣读完毕。请问院会有异？有异，我们进行表决。陈赖素梅委员声明，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，列入公报。我们先处理国民党要求的点名表决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
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7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51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6人，赞成5人，反对51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我们开始处理第27案，第27案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7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57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，出席57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51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第28案，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。
台湾中油公司105年度行销费用、交通及运输设备租金编列1亿7569万6千元，经查103年度决算数仅1亿2368万1千元，预算编列增加5201万5千元，预算拟是浮编，未见尊节。原提案删减行销费用、交通及运输设备租金经费3500万元。宣读完毕。请问院会有异议？有异议，我们进行表决。我们先表决国民党要求的点名表决，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7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51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真看人咧爬，你安尼动摇，家己嘛感觉腰足酸的，吼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4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48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我们来表决第28案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
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6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50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，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6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50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第29案，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。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预算行销费用材料及用品费编列7亿5893万5000元，相较于104年度预算数7亿733万8000元，增加5159万7000元，为遵节支出原提案删减2000万元。宣读完毕。请问院会有意？有意，我们进行表决。先处理国民党党团建议本案采点名表决，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7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51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，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
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8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52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我们来表决29案，静音表决，1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8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52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，静音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8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52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第30案，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。台湾中油公司105年度行销费用材料及用品费编列7亿5893万5000元，经查103年度决算数仅5亿9193万4000元，预算编列增加1亿6700万1000元，预算拟字符编未见增结，原提案删减行销费用材料及用品费经费1亿元。宣读完毕。请院会有异议？有异议，我们进行表决。我们先表决国民党要求的点名表决，静名表决，1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
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7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51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要求本案重复表决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7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51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我们来表决第30案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3人，赞成5人，反对48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辛苦了，辛苦，辛苦。有啦，议员有倒地我，议员有倒地我，倒地我。表决结果：出席57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51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第31案，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。
台湾中油公司105年度行销费用服务费用编列6094431000元，经查103年度决算数仅6014762000元，预算编列增加9269900000元，预算拟似浮编，未借尊节原提案删减行销费用服务费用经费6亿元。宣读完毕。请院会有异有异，我们进行表决。我们先来表决国民党要求的点名表决，进行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8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52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，进行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宣告表决结果：出席59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53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我们接着表决31案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
表决结果：出席59人，赞成6人，反对3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表决结果：出席55人，赞成5人，反对50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第32案，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。台湾中油公司105年度研究发展费用服务费用编列4亿9172万1000元，经查103年度决算数仅2亿8834万9000元，预算编列增加2亿337万2000元，预算拟似浮编未见增结，原提案删减研究发展费用服务费用经费1亿元。宣读完毕。请院会有异议，我们进行表决。我们先表决国民党要求的点名表决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表决结果：出席57人，赞成5人，反对52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
表决结果，出席58人，赞成7人，反对51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我们现在来处理32案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表决结果，出席58人，赞成7人，反对11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，记名表决，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表决结果，出席59人，赞成7人，反对52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报告院会，休息10分钟，休息后继续开会，现在休息。